恋爱啊，谈恋爱吗？暗恋而已啦。我们两个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里面有一个人每次看到老师都会脸红心跳，是谁？举手。谁看到老师会脸红心跳的举手？今天看到老师会脸红心跳。各位，哎，老师在前面给你看一下。那领子干嘛不赶快翻进去？好，赶快翻进去，因为老师他有那个整齐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燕燕在里面，听说我们在里面讲话不到十，好像不到十句话，要不要今天讲多一点话？你对于这一些男生，是你觉得谁会是你最心仪的对象？有没有？在里面有没有喜欢的人呢？是你吗？今天那个谁？那个谁？干嘛？你喜欢那个谁？哎，对，那个谁嘞？是哪个谁？所以你要从我们左后方出现。哎，那他喜欢从人家从右边出现。哎，对，那个谁喜欢从右边出现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算是真的，因为上了第五集，接下来就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刺激，在后面的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会有一个很 special 的一个活动，special 的活动，要来算是服务所有的观众朋友。这是有一天突然雷霆想要练体操，然后他下腰这样子。没有，是有一天大东突然想跳国标，叫我在路边。不是，是其实跟花玲珑有关，但是因为还没有演，所以我们不能说。不行，怎么会跟花玲珑有关呢？只知道这是跟你有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有意思无意，就是你在追那个谁？反正就不怎么怎样啊？好的，就不能讲了。不，所以这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有谁会抽到这一张我们要的场景重现一下啊？接下来哪一张呢？我们来举个例子，譬如说，哎呀，又是真的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磨鼻子吗？是的，等一下谁会跟谁抽到这一张？不要抽到金宝山啊。哎呦哎呦，然后譬如说呢，我们的阿金师的部分也有啊。我们的高腰裤男也有，好不好？这一个场景高腰裤男，我们等一下也会抽到。这个也蛮尴尬，裤子等一下拉高哦，好不好？有金宝山的，我们这一张呢，等一下呢也会有这个画面，请大家抽签。所以你们准备好要抽签了没？我们等一下抽到签的人呢，我们就会请大家重现这个场景，那就看大家有幸没幸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分组，我们大东跟雷霆一组。我们要先指导一下你上次的那个画面是怎样。哎，你们两个现在谁是谁？我是他。我是他。好，中冠军都有演大东的这个角色了，所以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大家心里的层面是如何。宗教 OS 哦，记忆点。小妞妞有翘起来。小妞妞有翘起来。按了莲花指。哎，你这个高度差很多，准备好没？我们跑过去。好，准备好了没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呜。好。老妹少，来了。老妹少。好，来，准备好。